其实我非常喜欢进得了厨房，我很爱在厨房里面，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疗愈的感觉。我觉得摆盘很重要哎，因为我觉得一道菜要完美呈现的时候呢，它的器皿一定是很重要的。这一次伊森米亚基跟伊塔拉他的联名的商品呢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森米亚基他的设计呢，就是在他的整个皱褶的还有一些线条的变化，他把布料本身呈现出来的质感、视觉效果上面呢，做了很大的差异性。尤其是器皿在设计的时候呢，它呈现出来的轮廓跟线条你会觉得很特别，盘子拿出来不一定都是要圆形的，不一定都是要方形的，像一个餐巾纸它就不再只是一张正方形的餐巾纸，很无聊。甚至像我刚刚把蝴蝶结拿起来的时候，它也是可以是一个桌子上面的一个摆设。我觉得它的桌花的设计也非常的特别，我当初看到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风筝一样。那其实呢，它只是让你在居家摆设上面呢有一个小小的趣味，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杯垫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购物袋的设计，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因为它很轻，而且又很有型，很有时尚感，不会说又很重，你一定要提得很重的包包。其实轻薄的这个购物袋呢，我觉得也可以背出你的时尚感，非常的好用，很推荐。